一个台北市大同区的大桥教会内面有传教士马街伫清朝时代所起的教堂，文化局之前一阵仔也甲这个所在登录做历史建筑。文化局表示讲，这教堂保存伫个清朝时代用肌理岩石所贴成的墙围啊，有弯弓尖形的窗啊，才有文化价值。大同区大桥教会保存清朝时期的肌理岩石的挂墙，台北市文化局文资小组最近审查同意，甲登录正做历史建筑。这里呢，以前叫做仿西教会，跟邦卡教会，对对对。然后从仿西教会呢，就是一个独特的建筑物在这个地方呈现。那时代的建筑呢，基本上都是用肌理岩石去建造。肌理岩石呢，就是一个那时候一个贵重的一个石头。大桥教会表示，中华战争过后，老兵团拨款赔偿，马街神父就用这笔经费重起这甲其他厝，用石造尖塔起的教堂。但是所有的建筑物大部分已经毁掉，目前只剩一道大约两尺长的基里安挂墙，甲牧师办公室，是当年教堂的遗构。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旁边的这个窗户呢，就是那时候一直保留到现在。它的特色呢，其实它就是基里安石，然后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叠上去的。所以呢，相对上呢，历史老师也说，就是在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其实是与我们所想象中的那墙壁的厚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台北市文化局表示，文资审查委员讨论了后，认为有保留的价值，嘛是当时传教历史的重要见证。大桥教会表示，教会这几冬除了协助弱势儿童设置社区关怀站，嘛希望透过文资身份吸引更加侪游客来社区行搭。记者陈阿文、徐凯台北报道。